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又来到我们不负责任实验室。好，那刚才有开箱伊莱克斯这个多功能搅拌机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音量，看它的转速的时候，它的转速会不会很大声 ？OK。好，那我把它放在大概30公分的地方，就是分贝计的头距离大概接近30公分。好，那我们来测量一下它每一段数的分贝大概多少。OK， 那背景呢音量大概37啊，把它转到一试试看。好，这样大概第一速的时候大概71，把它转到第二速。然后第二速呢，大概74、75，我们转到第三速。好，第三速呢，大概78左右，我们把它调第四速。好，第四速呢，大概83、84左右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五速。好，第五速大概82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六速。好，第六速呢，大概也是83、84左右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顺速。好，顺速呢，大概是81、82。OK。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下。
好，今天的不负责任实验室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